水饺我感觉非常多，那应该是普通话讲的比较多。上海，这种方式，上海那边长得长得，就中间那边，长得更慢哈。不是慢，它这还是，嗯，不是，它这还肿了。哦，这不是肉，这不是肉的肉了。那块你给对，应该给它保护了。对。多吃点，好得快。吃饱了，快吃点吧。
好，我是大鹏。这个黑泰迪现在每天还是需要带去宠物店去给它做清创，给它上药，这样的话好的也能够更快一些。它是缝合了两层，里面肌肉的话缝了一层，外面的话皮肤也是给缝了一层，但是现在精神状况的话特别好，喜欢到处乱跑，一看到人的话也都特别开心，特别活跃，导致上面的话有几根线是挣开了，不过恢复的话还是比较好的，两边的肉的话已经是长上了，慢慢的从里面再往外去长就可以了，也防止了里面的一个化脓。然后今天也又给做了一些帮助恢复的食物，给这群小家伙们也再加一个餐，然后也给黑泰迪再补充一下营养。之前救的那些猫孩子的话多多少少也都长了一些肉了，精神状况也都非常好，比之前是活跃了很多，希望他们能够尽快适应基地里面的环境，早日加入我们农舍的大家庭当中。